应该这个双座啊，就是家父座，就是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然后第二法的话呢，就是你这个娘叔呢坐这个灯影，就是坐灯影的时候呢，应该就是右叔在上面，左叔在下面，就是然后两个母子呢接住放在这个膝下。第三个呢，就是整个这个脊椎的话呢，就是正直啊，就不能呢就是弯弯曲曲啊，应该也并不能呢就是往这个后仰。然后第四个的话呢，就是这个颈部啊，就是、稍微就是往前俯啊，就是也不能就是往后，也不能就是左右都这个歪，就是应该往稍微呢就是往前俯。然后第五个的话呢，就是肩臂的话呢就是后胀，就是或者说是竖胀。第六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双目呢直视鼻尖。第七个呢，就是舌头地上上来，你要入座的时候呢，先就是在你的这个舒适的坐垫上呢做一个毗卢伽法，然后心呢就是完全的这个放下来，稍微就是坐一会儿。就是右手的做那个金刚圈，这个右手呢就是压着这个大腿的动着的，就是那种动脉，然后压着那个大腿的根。左手的话呢就是什么三股金刚树一呢，就是压着这个左臂以后的话呢，就是从那个右鼻孔当中呢就是出这个三次气啊，出三次气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心里面呢就是观相就是从无始以来，就是其他一切众生，尤其是诚心为主这个塑造的一切罪业的话呢，就是以那个白色的这种气体的形象呢，就是往外排出，出这个三次气。这的话呢，这个左手呢就是做那个金刚拳，也是压这个大腿的根，然后从右手呢可以说压住这个右臂，从左臂孔当中的出三次各气，心里面观想啊，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呢，就是以这贪心为主的所做的一切罪业呢，以红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全部往外排出，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双速度这个做金刚拳，压在大腿的个从两鼻孔当中啊，同时呢出这个三次勾气，出三次勾气的时候，心里面也是观想啊，就是自他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以这个痴心为主而塑造的一切罪业呢，以黑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往外这个排出，就是、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就开始念这个字母啊，还有这个缘起咒啊，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金刚的这种语言呢，就是融入你的这个心啊，获得这种价值。Om Sambara Sambara Bhamana Sarama Zubaba Humpada Soha Om Sambara Sambara Bhamana Sarama Zubaba Humpada Soha Om Sambara Sambara Bhamana Sarama Zubaba Humpada Soha Kakanga ganga, tsatsan tsatsanya, tsatsan tsatsana, tatan tatana. Baba baba mayara la a hyaha saha cha. Kakanga ganga, tsatsan tsatsanya, tsatsan tsatsana, tatan tatana. Baba baba mayara la a hyaha saha cha. Kakanga ganga, tsatsan tsatsanya, tsatsan tsatsana, tatan tatana. Baba baba mayara la a hyaha saha cha. Om ye damaheda trababa hetan tekhen tatan gato. Haya ande tekhen tsayo noroda, eobada ma hyamana soha. Om ye damaheda trababa hetan tekhen tatan gato. Haya ande tekhen tsayo noroda, eobada ma hyamana soha.Om ye damaheda trababa hetan tekhen tatan gato haya ande tekhen tsayo noroda eobada ma hyamana soha。然后呢，就是为呢，就是你以天变无际的一切众生，让他们获得圆满正等具足的果位，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起来。
nam ke ne sa nam ga ko a ye la ma ye dam ga do so nam do ta je cho da ba ba ke da la da da do de ke bi ja sam je nam ke ne sa nam ga ko a ye la ma ye dam ga do so nam do ta je cho da ba ba ke da la da da do de ke bi ja sam je nam ke ne sa nam ga ko a ye la ma ye dam ga do so nam do Dadang to Jerky Bija Sanja Dadang Dai Sanjana Namayene Sanji Yambala Yambara Shiva Danyata Chajum Jota Sanjato Dadang Dai Sanjana Namayene Sanji Yambala Yambara Shiva Danyata Chajum Jota Sanjato Dadang Dai Sanjana Namayene Sanji在自己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上面虚空当中啊，就是大概一尺高的地方呢，应该就是个前板这个莲花上面呢，就是这个四字宝座上，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就心里面像就是啊，就是十方诸佛菩萨的智慧众体啊，根本上师如意宝，您一定要垂念我，加持我。让我的这个信融入佛法，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就是圆满成果，所有的迷乱分别心呢，就是全部迁出，获得这个无常的证悟。这些境界呢，像上师一样，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消息当中呢，让这个升起来。然后呢，就是以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呢、啊，一般来讲念21遍，就是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心来合掌，就是。前面就是观想上师，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我们先说在里面想跟词，然后对接成那边来嘛。你们本座下老所长的光觉多半破了心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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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说在里面想跟词，然后。对接成那边来嘛，你们本座下老所长的光觉多半破了心机了。念完那一会的话呢，就上师呢就是融入这个光啊，光呢就是融入了自己的这个身体，然后上师的这种智慧和自己的这个心呢，就是变成这个无二无别，然后在这样的这个境界当中呢，就是安住，不跟随这个一切的分别念，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心识，也不呢就是引起就是未来的各种这个一些这个分别的事情呢，就是什么都不执着，就这样的境界当中呢，安住就是。与老媒婆前何故屡恳求，为何全部及诸罪或名恶名。他这里按照这个印度的一些这个传统啊，就是说一般呢，像世间当中的一些这个男人女人，就是互相那个寻找自己的所喜欢的朋友啊，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在这个按照印度来讲的话呢，就是当时也有一些这个就是月老和媒婆啊，就是相当于是现在的这个介绍人啊，就是这个男女之间的一些这个介绍人一样的，在他们面前呢，就为了就是得到自己的
这种终身伴侣，二这个屡屡的就是三番五次的就是就恭恭敬敬的恳求啊，有些这种媒婆啊，就这些人呢就是身份非常的这个低劣，就是像那个仆人啊等等，就是专门来就是依靠就是这种工作来就是维持生活。但是身份高贵的有些人呢，看上了其他的这个女人或者其他的这个男人的时候呢，他为呢就是得到这种人，然后呢就是恭恭敬敬的跪在这些媒婆面前呢，就是再三的这个求啊，就是能不能就是通过这个各种这个办法呢，就是让这个人这个获得就自己这个获得。所以呢就是他们就是不顾民生，不顾罪业，不顾就是就全然不顾一切的一切，就是而这个获得就是自己所喜欢的人呢，就是自己的这个人女啊菜女啊，就是不管是什么样，就是只要就是得到这个人的话呢，绝对是在自己一生当中是最快乐最幸福就是作为一个真正的这个修行人的话呢，就是尽量的就是远离就是这些这个违愿呢，就是远离这些违愿，尽量的就是远离了自己的修行或者是这个次界的这个位品。所以佛陀在这个约灯经当中也是这个说了，就是犹如尘寰智度舍，智者应当远欲神意思就是说呢，就是所谓的这个这个一些这个女人恶女的话呢，就是像这个具有尘寰性的毒蛇一样的，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呢，就是其实它是一个最大的这个违愿呢因此呢就是自己尽量的这个远离。所谓的这个远离的话呢，也就是说就是自己在这个一些行为上一些这个交谈上出现的是应该不要这个与他这个经常这个交往，否则的话呢，就是在这个自己的戒律或者是一些这个修行呢，就是受到审核啊时候呢，那个时候就是自己没有这个自由了，已经被这个别人已经这个控制了所以摩诃仁波切对这个孝僧人们的教言里面呢也讲了，就是女人是很厉害的，就是像那个就是天王也是不能就是就是生国的这些人的话呢，就是在女人的这个教下呢一直这个践踏住，就是所以我们这个世界上的自古以来的一切这个帝王将相也好，这个高僧大德们呢，都是后来呢就是受到一些这个女人或者是受到一些这个出家的这种这个违品以后呢，就是最后就是毁坏戒律而这个去入这个非常这个可怕的道路当中去。所以在这样的这个道理自导自合呢，就是首先就是应该就是贪欲的这种危害性和严重性呢，就是大家应该这个明白。
东贤乌野陀，姿才远浩金，直为密入坏，消混获至乐。那么意思就是说，就是为了就是得到这个女人呢，就是宁可自己啊，就是犯就是法啊，还有就是身体呢，就是入于非常这个危险的这种突入到就是非常这个危险的境地去，而且将自己所有的这些辛辛苦苦积累出来的这些财产的话，那就是全部为了就是得到这个女色而这个耗尽，就是全部呢就是用完。这是为了是什么呢？这是为了就是女人呢，就是依靠这种女人的这个身体啊，然后就是自己呢就是获得一些这个快乐，也就是说是这个一些这个消魂就是喜乐，就是就自己呢就是暂时获得一种这个快乐，就是一种乐趣，就是目的是这样的啊，就目的是这样的。这一边我想每个人也是应该清楚的，因为很多就是贪欲心极为强烈的，不管是什么身份的人呢，他为了这些女生呢，就是可以将自己的所有的这些地位、财产，以及呢就是什么样的这种代价呢，就是都这个愿意这个付出的。就现在的一些社会当中呢，也是非常这个可怕的，就是很多这个领导，有些这个腐败分子的话呢，就是为了就是女人的话呢，就开始这个进行贪污，然后贪污之后的话，最后呢就是自己也是受这个枪毙啊等等，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发生呢，也其实这个来源于这个。什么就是贪欲，就是所以这个佛陀在发化经吧，就是发化经里面也是说了，就是说是这个诸苦什么那个诸苦所因贪欲为根，就是意思就是一切世间的这些痛苦啊，就是极其可怕的这些痛苦的来源的话呢，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贪欲啊，就是贪欲，就是根本就是这个贪欲。佛陀在那个《楞严经》当中呢，也是说了，就是说这个此等众生不是这个本性呢，就是然后呢，就是造作这个杀盗淫等等，就是就是我们实践当中的很多人就是不识自己的这种贪心的本质，然后呢不了解就是贪心的过患，然后就开始这个为了这个女人或者是为了就是财产呢，就是而造作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罪。实践当中呢，觉得真的是我们许多的人就是因为没有就是专用自己的没有这个盗用自己的贪心呢，就最后呢就是造成各种各样的一些可怕的这个后果。因此作为一些这个修行人的话呢，应该就是要这个随时的观察这个佛陀的这个教言里面所讲的这个女人或者是这个男人这个的身体，然后自己呢就是也应该就是反反复复的去这个就是磨练自己，就是以前相续当中呢虽然会有贪心，就只是每一个凡夫人来讲是没有这个贪心的人呢，就是极其这个少的。但是呢，就是通过这样的这种教诲甘露呢，对着的时候呢，应该就是可以的。
出国更务员，与其哭盼着非我自度去，何如去涅槃？那么刚才前面所讲到的，就是所谓的这个女人的这种身体的话呢，就是大家都特别这个喜欢呢，就是特别这个喜欢。但是实际上呢，只不过是没有这个经过详细观察，就是分别点导致的。如果你真的用自己的妙观察之来进行这个分析剖析，最后呢，也会就是得出了这么样个结论。什么样的结论呢？就是所谓的这样，人们这个喜欢的女人的身体也是，只不过呢，就是一对这个骨架啊，就是由360个骨节呢，就是组成的。然后中间呢有一些这个就是什么这个血乳啊，就是皮肤啊等等，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个不净的这种事物呢，就是是组成的，而没有一分呢，就是是干净的，里里外外呢，就是都没有一分是个干净的。是这样的一种骨头呢，就是只不过是人们的这种这个无始以来的自己的传习的贪执呢，就是不能这个放下，而这个特意的去执着。实际上你说贪执的这个对境呢，并不是是就自己这个拥有的啊，就是不管是一家人也好，或者是别人的这种这个妻子也好，实际上呢，真正自己觉得是自己这个拥有，但也不一定是这样的。现在的这个社会呢，就是非常的这种贪婪，就是应该说是人们的这种这个珍贵的一些良知呢，就是基本上受到了这个损害，就是所以就是包括一些居士的话呢，就也应该就是树持这个清净的戒律，应该呢就自己所贪执的这种对境呢，除了在自己的这个家属以外呢，没有必要就是贪得无厌，最后呢就是坏就是自己的一切这个人道和世道。就是那这样，就是最后就没有这个意义的。因此呢，就是树持这个清净的戒律，应该呢就是观想自己在这个相续当中的很多的这种烦恼的这个本质和所贪爱的对境呢，就这是非常的这个重要。下面就是讲以这个贪而这个四不隐匿，那么这个内容呢是这样的：实则分土分台土，皆以修垂石。
当前见未见西夷煞复眠，这是按照这个印度啊，就印度的话呢，就是印度中部和一些那个印度这个吉隆坡啊，就是吉隆坡这个城市的一些习惯呢，就是习俗就这里面的就是对着贪欲的一些这个教言，也就是说呢就是当年就是按照这个印度的这个传统的话呢，就是很多的一些这个女人就是在这个没有这个结婚之前的话呢，就是有一些这个煞力的这种布就是盖着自己蒙蔽自己的这个念，一般来讲呢，就是她的这个丈夫就是从来没有这个见过她的，就是这种情况的。然后在这样的时候呢，就是有一种神秘感啊，就是这个男人呢，就是对这个女人的这种面容呢，就是很想这个见到，就是但是呢，就是一直用一个布来就是盖着的，就制造这个威严，就是心里很痛苦。刚开始呢，就是也是像那个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让他这个太头那个揭开呢，就是那种这个就是面纱的话呢但女人呢就是在表面上啊，就是也是非常这个这种这个羞涩，就是羞羞答答的，就是不愿意呢就是就看着一直这个向下就垂视。那么在这里这个有些讲义里面呢，就是说是那个就是结婚之前就是见过或者没有见过，就是以面纱就是附着这个自己的念，就是也有这样的一些这个讲义。有些讲义当中的话呢，就是当这个女人的这个身体啊，就是拉到这个湿土里面前，就是还没有就是到这个湿土里之前呢，去见过也好，没有见过也好，凡是就是到了这个湿土里的时候是如何如何，就是要这下面的道理呢，就是一入神而这个宣说，就是所以。不管怎么样，这个戒慎呢，实际上呢，就是这种这个以前呢，就是见过也好，没有这个见过也好，然后一直呢，就是用这种念煞，就是就是附着这个他的念。这种这个习惯呢，不仅是在这个印度，就是应该这个就是中国等很多地方呢，就是也是只不过是在里面的一些细节就是不同而已的，就是也有这种这个状况。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可能就是很多贪欲心比较这个强烈的人啊，就是觉得呢就是他所喜欢的这个女人的这种这个身体或者是这个面容的话呢，就是很想就是早一点就是看见，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欲望。但是这种这个欲望呢，实际上就你没有这个
个详细观察而已。实际上真的这个详细观察的话呢，也没有什么值得可谈之的。没有什么可谈之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下面也已经这个讲了，吸引霍俊荣尽显民眼前，就以其气煞极见贺古涛。那么意思就是说呢，就是你以前呢，就是王熙的话呢，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希望，就见到这个就是比较这个隐藏的迷惑你的，就是那一张这个面孔，就是那一张这个美女的这种这个面孔。但是那个时候呢，你就心里面一直想见到就是她的面孔啊，就是就有这种这个欲望和这个希求心。可是如今呢，这个如果女人已经死了，就是她的这个尸体呢就扔在这个石头泥里面的话呢，那就没有这种这个面纱了，就是就你随随便便呢就是可以这个造见，已经败在这个你的面前了。那么就这个很多这个秃鹫和一些菜囊呢就是将他的这个面纱呢就是全部已经这个撕开了。那这个时候呢，你为什么这如此这个可怕，如此而害怕，就是套作呢，就是不应该套作的。你那个时候呢，应该这个尽情的这个享用啊，就是到了这个石头泥呢，就是你自己的这个，不管是自己的妻子也好，或者是别人的这个就是别人的妻子，其他的这个美女啊，就是你因为一切呢，就是他或者的这个身体呢，就非常的这个喜欢了那这样的话，现在呢就是没有任何这个什么遮挡的这个一些这个面纱，就尤其是赤裸裸的这种女人的这个身体人在这个石头泥里面的时候呢，你为什么是不谈着啊？其实我们翻过来说，是有些这个女人的话呢，就是也是这个对男人的这个贪心啊，这种执着呢，就是非常的这个可怕。就是有些人呢，就是为了就是贪着某一个就是男人呢、就然后就是将自己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财产也好、名声也好，全部的这个坏，就是甚至呢，就是愿意就是自杀。但是其实你所爱的这种这个男人的这个身体，真的是到了这个石头里的话，那就面目全非了。其实呢，就是实体与那个他的这个或者的这个身体呢，应该说是从那个身体的本质方面来讲呢，没有任何这个差别的。Sonam Daye Tansa Bhagavad Gita Tanaya
Om Bandarangara Banasadardha.